但是因为我们原本都不是那种很会运动的人，体力都不太好，所以这个想法就一直在脑中酝酿，但是一直都不敢真的去做，然后就一直到去年就终于有一些契机，然后就开启了这个计划，然后我们就为了这张专辑然后一直去爬山。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它叫做降落在金黄色草坡，那他写的是台湾中部有一个山叫做奇莱南峰，那他那附近的山就是有一个特色，是有很多很漂亮的草原，那那个草原它是有坡度的，就是可能你会看到一整片都是很绵延不绝的这样，然后它其实是建筑，所以它就是刺刺的那个建筑这样，然后我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在日出的时候那个阳光会把这些草坡染成金黄色的，然后我觉得那一次去爬奇莱南峰的一个觉得很有趣的经验，就是以前我们也有写过跟日出有关的曲子，但那时候我们会一直想着